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Nike Trainer June。 Three Weeks Abs Challenge 嚟到最后一个星期，咁咧头嗰两个礼拜动作做晒嘅话 ，Abs 应该 firm 咗啲噶啦。呢个礼拜我想教大家做一啲唔同嘅动作，做埋呢一 set 腹肌应该就会出晒嚟噶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咧叫做 side to side，咁我哋瞓喺度开始做啦。将只脚摆上 table top， 只手咧要打开少少，等你个人咧可以稳定啲嘅。咁我哋尽量又系肚仔收紧。 盆骨应该保持稳定，咁吸气嘅时候咧，将一只脚带向一边，咁记得膊头一定要黐实地下嘅。呼气嘅时候咧，将只脚带翻翻嚟中间，吸气出去，呼气翻翻嚟中间。咁你哋唔可以慢慢做，同埋个动作咧开始嘅时候细啲，搵到个稳定性之后咧，先将个难度增加，个幅度啊或者个动作可以快啲。 如果你发觉都系好简单嘅话，你可以将只脚伸直，只脚越长，动作会越难，因为咧控制咧会越难嘅。吸气出，呼气翻嚟，吸气出，呼气翻嚟。我哋做多最后两个，侧边啲肌肉咧应该系会用到力嘅。每一次只脚翻嚟中间嘅时候咧 ，abs 一定要用足力将只脚带翻嚟中间。 好，跟住第二个动作咧，会比较难啲咯。手摆翻喺膊头侧边对落嘅位置，只脚咧就指上天花板开始。吸气嘅时候，将只脚大落少少；呼气嘅时候咧，我哋将只脚大过头。咁啊，停留喺膊头最阔嘅位置。咁只脚可以黐埋嚟做又得，或者将只脚微微分开做又得。吸气，将个人拉长咗先。 呼气嘅时候，谂下你个背脊骨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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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慢慢落翻落地下 ，pat pat 掂到地下之后，只脚可以画一个细嘅圆圈。吸气，呼气，我哋 roll over。咁啊，记得只脚就千祈唔好太近块面啦，尽量个脊椎咧系要延伸嘅，动作咧系要慢嘅，因为太快咧我哋就太多利用地心吸力啦。 所以其實我哋嘅 abs 应该系对抗地心吸力，令到个腹部咧更加收紧多啲嘅。做多最后一个啦，吸气准备，呼气向后，只脚微微咁样打开，膊头咁阔，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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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卷翻翻落嚟，跟住将只脚摆翻落地下。嗱，嚟紧呢个动作咧，我会系一个全新嘅动作，只脚先伸直，手咧就喺头嘅后边。 咁我哋等阵咧会坐起身，但系只脚咧都要离开地下嘅。吸气将个人拉直，呼气嘅时候将只手带上天花板，头慢慢攞起。当你望到脚趾嘅时候，只脚一齐攞起身。落去嘅时候咧，我哋卷翻落去，慢慢打翻开。吸气，上嚟嘅时候，呼气，慢慢卷翻低。 如果发觉真系好难嘅话，你可以选择呢一个方法，曲膝头哥，跟住慢慢打翻开。最后一次，好啦，第三个动作咧，我会坐起身嚟做嘅，卷咗上嚟，好似头先咁样。今次咧，我哋咧个人就保持喺呢个位置，但系只脚咧做一个踢脚嘅动作，上身尽量保持稳定。 当然啦，你可以曲膝头哥少少。如果你发觉只脚系好难伸直嘅话，如果你发觉都系好难嘅话，手打开地下，做你踢脚嘅动作，或者好似做一个踩单车嘅动作都得。尽量系保持上身稳定，腹部收紧，将个人拉长啲。做多最后两个。哦，将只脚摆翻低。以上动作连续做7日，你就完成咗 Three Weeks Abs Challenge。咁当然要注意饮食啦，大家努力。